想要一个有屋顶的家。心愿钞票艺术装置是2023年 4A 创意奖的奖作品，创意发想来自联合劝募多年助人的服务时机，邀请弱势朋友在便利贴上亲笔写下各自愿望，再拼贴成千元钞票的模板，唤起民众关注弱势族群的需要，陪伴他们跨越生命的困境。100万的受助者持续看见明天的希望。联广传播集团用创意展现爱心，执行长陈怀昌表示，期待借由心愿钞票的展出，让更多人了解联合劝募的公益价值，关心这片土地上需要帮助的弱势朋友。一份捐助实现。联合劝募表示，这些微小的心愿都来自受助者在生活上面临的困境，每个心愿背后都有一个需要被倾听了解的生命故事。心愿钞票即日起在双北爱心企业展出，邀请民众一起关心弱势朋友心里想说的话。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。